11月17日，伊能静儿子在个人社交账号更新动态，否认休学一事。他称：“各位网友们，休学是开玩笑，只是一个滤镜而已。本人现在很开心的在上大学，还打算毕业，请不用担心。”对于休学乌龙一事，他还表示：“这个账号80%都是笑话，认真就输喽。”稍早，伊能静儿子哈利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一张近照，并配文“我要休学”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除此之外，哈利一直以来都是无名指戴戒指，伊能静此前晒出的母子合影中就能看到，没必要大做文章。被网友讨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彩妆，哈利多次晒出自己的女装照，大家也开始习以为常。女孩们表示理解的同时，也开始讨论起他的妆容。哈利成为这样就是不好的吗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因三观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。